那么另外现在在社会上我们也常看见中国外国的败家子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儿女跟父母四种人抱怨的，所以现在多少父母我们所接触到的啊，都说小孩不好教啊，老师我们也常遇到，老师来给我们说现在学生不好教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原因，今天这个世间人有几个是以仁慈的心待人情啊，你用仁慈心待人情物，你与人有恩啊，他到你家来做小孩，他来报恩的，你没有恩惠给别人，起心动念的都是损人利己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给别人借的全是怨，那你家的小孩都是冤亲债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得深深记住古大德教导我们。决定不给人结冤仇。啊，冤冤相报。没完没了啊，与人要结恩不能结怨啊，要能够舍己为人，不能占别人便宜啊，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是道啊，道心啊啊，虽然你没有行动，你的心已经犯了道戒，在菩萨戒上就破戒了。啊，小乘戒、比丘戒，论事不论心，好守。菩萨戒难呐，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。他戒罪是从起心动念，他不是行为。